开窗。十三，第一把来看庄家韩伦的牌。婷婷啊，琪琪，小亮哥，诗婷。好的，韩伦出彩。红红的。红中啊，声音多大一点啊。东风。东风。南风。中气十足。哎呦。哎呦。哦，这诗婷呢，去我要讲啊，诗婷要说。还有一张五条。哦，有。九条。哎呀，九条啊。撤。八条。炮跟哦。对嘛。完蛋了。好，我也觉得。八条，那我打五条。五条，来抓牌。这一张吧。四筒，小亮哥打过的。是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哎、好，八饼，好，八饼，哎呦，天哪，七万，摸一个，九条，烫到两次，来个不一样，哇，觉得烫，小鸡呀，小鸡没事儿，八饼，还有八饼呢，哇塞，猜对，这个八条怎么这样子？啊，忘了哦，这是算不算相公？没事没事，啊，没事啊，啊，原谅你，亮哥人很好啊，原谅是亮叔叔啊，原谅你，亮哥，我是很注意这个的，哎，要注意的。自己磕白板，自己摸，摸来的碎碎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刚刚听牌了吗？再冲一张吗？嗯，啊。一万没事，哦，没事，一万是真的打好碰，白皮，一万用碰的，好碰的，哇，还有打白皮呀、啊，留了这么好的牌打，哇，安装，五饼，五饼，那我觉得饼子你看一地都是，对啊，没人要，安全，哇，这个不好玩哦，不好玩哦，冲一个，四条，哇，是，哇，来吧，白鸡断掉了，大。饼，嗯，没事，嗯，好像又是白皮，起码有两三家听牌哦，看这个，哎，呀，这个伤脑筋的，这个是个炮仗哎，二万，碰，谢谢小亮哥，真的是炮仗，哎呦又卡张，好，还倒下来，你们两。他也卡了，他是他卡四万，哎呀，二万，对，你看，对呀，这牌二四万基本上都不多了，对，看看，哦，二四万都不多了，这边再一张五张牌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这牌我先打二条啊，哦，你留二条干嘛？二条安张啊，是啊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过了二万先跑了，还有人还没听呢，五万呀，这牌边来边走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搞不好你上了三万打五万没事啊，哎，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哎呀。麻将钱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我会打。打麻将有点像我们制作人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好，庄家卡张两台，恭喜。琪琪庄家。看我，看我。看琪琪，邻家女孩，安全的。好，十六。东风的第二把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先看庄家琪琪的牌，小亮哥的牌，诗婷的牌。韩伦的牌 ，OK， 琪琪，小鸡，好，北风，北风，看那个牌，笑嘻嘻，打麻将啊，观众朋友在看就是，嗯，像刚那牌，我们就会看那海底的出的张，四条，就是大家知道万子不好打，嗯，因为出的少，那东风，嗯。发财碰，贴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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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男人，还有孩子一人都这样，孩子的妈，我们要还贴心一点，要好好照顾一下，给你一只，还不错哦，四条五万哦，各位不错，红中碰，哟，红中发财，白皮小心了，不玩了哇，九饼马上下车，
他没有一张差的，他打一条、四条、五万、九饼，真的，他没有大字，大字都碰出来了，二饼，他的大字都是有用的大字，对，拜拜。白板碰，白板没有啊，可惜。上午上大三元啊，三条腿。昨天有一个活到一个臭银色，哇，不容易。一条。南风，我们节目开录到现在，有一个人活了一个大三元。大三元哦，真的。然后还有臭银色，哇，真是了不起。笑嘻嘻的一张，碰一个。哎呀，碰第二张，第二只。二万。后队，后队，八条，天哪，五花，九条，九条，九条，好汉在一般，哎呀，哇，听了听了，哎呀，凑一色，凑一色，大饼，大饼啊，饼子，盯得好，嗯，乃哥这牌就难打了啊。真不能打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九万，九万，有的跟就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行啊！哇，你七万，哎呀，我就是要九万，就是嘛，对，真的不晚，这是伤脑筋的，四比一，四比，再个九万，好不好？还对。真的不玩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想说对错，到底是对是错很难讲。白板，对呀，很难说的。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啊，对，都不知道，都不晓得。好快哦，剩四公分了。要大饼。哦，还是大饼。安。嗯，伤脑筋的。八条，跟下家打。嗯，比较安全。来，有，可以一桶。没事。哦，韩鲁要吃，吃了怕放炮。对，想吃但有吃算了。哎呦，跟上跟下家打。九饼，给你吃八万。哎呀，打得真好。不吃。哦，伤脑筋的这个牌，一定要伤脑筋。哎呀，二条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二条。哦，大家都有哎，冲，拼了，干了，拼了，要连庄了，二筒，二筒炮，服了。奶哥抽奖，他刚说你应该是二五饼哎，这牌名牌嘛，哇哦，打麻将，哇，像你看啊，刚刚小亮哥这个牌啊，如果他才八万对，嗯，你的九万可能会碰得出来。嗯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见得就吃得到九万，可是我不会碰，因为我是正当将了。不是，你是八八九九八八九九万嘛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他打过八五万嘛？对对，所以我要打，我一定打八万嘛？是，是不是？哦，才八万对。好了，好，那这个是红中发财庄家三台。好，小梁啊，你是四万四千三哈，韩伦的四千九啊。所以呢，是五千八，这一位小姐，没事，他希望你认识，就没打就过关了吗？对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很好啊。来，小亮庄家，好，好，十二，东风第三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，谁看？庄家，小亮哥的牌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诗婷的牌，有故事，韩伦的牌，七七。小亮哥出菜吧，加油！要胡牌打发财，鼓起来！哎，哎呦，这一只可以，请你吃我的。你嘴巴那么会讲，没有胡过。想赢钱打发财，不许你胡说，不许你胡说啥呢？没有发财，还有这么多发财啊？红中，哎，碰起来，哎，好碰，九条。嗯，我也碰一个，此风不可长。西风，西风，哎呦，伤脑筋的这个牌啊，一万，嘿，是不是？东风，你回把给我看看好不好？
不要这样，来个甜的，正面，甜的，正气的士气。哎呦，阿牛，甜的，这是什么场面呢？很多人想他，我还有人很好。东风，我可以跟他学一下。啊，好，跟进，跟进，下一张。啊，下一张啊。奶哥做下家就不会这么好。真的，你会顶奶哥是？哎呀，八饼，八饼，哎呦。填一支30000碰，啊，被碰去，这小麻烦，小可怜，90000，5万来个，实体牌打烂不错，看他出张进张，真的，红中，我呢，我很少看你的牌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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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000，碰一个，30000。20000一定，妈没有，妈妈没有啊，妈妈没有，二饼跟大小没关系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人家有小孩，小孩吃得饱就好，对，对啊。其实这个母奶跟这个胸部的乳房大小没关系，无关，哎，对，东风来了，乳腺，啊，哎呦，哎，可以哦，健康教育，健康教育，来一张吧，没事，90000。饼，哎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小花，哎呀，江哥，哎，10000，墨油，嘿，都掐死了，应该给你6-7桶啊，嗯，来一张吧，哇，双节棍，打安全就好，吃。第二张，2套，哇，2套吃法。9饼，9饼，好深。哎呀，我看就算了吧，9饼。发财。嘿，哇，眼角觉得痛，吃我的鸡，我更痛。嘿。60000，没事，369一条。自摸。哎呀！哦，还有7笔，吃不到，这样可以。来来来，倒下来倒下来，你看一下这个牌，多妙！一张7笔，你打的；一张7笔，你打的。对，这边还一张7笔，他绝张独7笔，独挂的卡7笔，注定要给7-7赢。哇，手气好，手气好。不是小亮，你在打什么麻将啊？被骂。那9笔为什么不碰呢？不想碰啊，因为我这个，我这怎么样呢？这个可以退的。怎样呢？可以退的。庄家已经搞成这样，就赶快退了，就是只能打保守。不是你碰了，你退9条也可以啊，是边走边看嘛。不是，还有7条怎么打呢？边走边看啊，你不一定要打7条啊，对不对？很难打啦。哎呦，跟着打比较顺嘛。真是怕放炮的。自摸独定2台和3台，恭喜啊！我帮了你的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小亮哥现在积分好像最低啊！我们俩都没有，真的是三娘教子，没有胡你还没放炮啊！我放了一把，对对。好了，我来报一下分数。蓝轮是4200，然后琪琪刚自摸了一把变8000，哇！然后小亮哥目前积分最低，你是3500，然后诗婷是4300，我还好，你们两个只差800分。嗯。哦，你们两个差700分，基本上没有，我们一个抵500，你们谁你胡他们两个来回就是1000了，哦，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一把生死存亡啊，那打麻将对年纪大的很有帮助的，真的，但对小亮哥好像没帮助。我年纪还不够大的，还不够大。来，最后一把四零庄家，15，你先看庄家诗婷的牌。韩伦的牌，琪琪的牌，小亮哥 ，Hello， 诗婷出彩，东风，笑嘻嘻，东风，琪琪现在很稳了，那个椅子很稳，他现在是陪打陪你们打，碰。小亮哥是生死存亡啊！对呀，真的是生死存亡的一战。加油！西风，这个非常安。4条，
吃。十一张。六万。来，再吃。四七一条路。跟打。七条。七条。哦，四条。七封。自己摸好呗，北风来。四条。怎么现在这样子躺啊？还八条。七。两万。没事。古董，古董，吃，不要再吃了。酒饼，多少在安葬的？好危险，小花。哎呦，五条，真是的。大黄小亮是你输啊？那没办法啊，那不上账了怎么办呢？再补花，三万，不了。啊！最有钱的，但是还好，啊，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算一下，哎呦，不对哦，这样子好像同时晋级哦。来，现在是你放炮，八财一花两台，所以是扣七百。嗯，小亮哥刚才三千五，对，所以你也是三千五。哦，所以你们两个呢？哎，如果他少一台，你就直接被淘汰了。哇！所以恭喜了，小亮，看啊，他救了你，我也救了你，他们两个救了你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好不好？恭喜四位同时晋级。